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过世的凤飞飞小姐，她的独子跨海要告桃园市政府。年关将近，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凤飞飞过去在每一次过年的时候都有这一支广告强打的，应该可以勾起你的回忆。离开台湾再远再久，只要沿着味蕾的记忆，就能回家团圆。哇，真的，来，哦，这点我印象，谢谢妈。好唔好食？好食咯！好食啊！黑豬肉哦，地霸啦！黑豬肉，好叉叉牌黑豬肉哦。这个过年前其实网上都强打，过去好几年都这样。那现在凤飞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独子哦要告桃园市政府哦，所以郑文灿真的今年是不是流年不利啊？太多太多事情。我觉得这个跟流年不利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尊重的问题吧？你们有心想要办凤飞飞故事馆，当然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你们不应该是我决定要办，我都已经弄好了，再打电话去问你们要不要同意。应该是先去问人家愿不愿意同意这件事情，再决定要不要办吧？什么事情是反过来做的呢？你们这样好像是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那你要不要同意？反正我就是要这样干。你看他后来回应是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一直有联系啊，可是就联系不上，有什么办法？所以你的意思不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联不联系只是一个礼貌问题而已。对啊，对他们来讲变成这个样子，有点霸王硬上弓。对，就是其实民进党做事向来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干。那你们我了不起就是。给你一点面子而已，不然的话你要怎样？反正我就是要这样干，所以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毕竟他是台湾很多人的回忆，是，也是我们很多人到现在的偶像，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搞这种事情，还是先征得家属同意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开馆吧。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那至于说防疫这个东西呢？其实郑文灿这几天当然一定抓雷弹，他大概也不敢去什么站台或干嘛。可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说是去年就录好，跟今年没关系。好像隔我们很久，今天才1月5号，去年是隔几天啊？因为桃园市新闻局说12月第4周拍摄的啦。那不就是才没隔几天而已？你讲了一部好像很久以前拍的一样。爆发是1月2号爆发，疫情爆发，所以是无关的。那之前桃园没事吗？你忘了之前桃园防疫旅馆不是一样出事？真的，所以你到底在说什么？实际上，郑文灿你都没想过吗？你本来人设啊这些都很好的哦，结果你什么时候开始荡下来？就是从你拆篮筐开始一路荡到现在，然后你的防疫就是乏善可陈嘛，所有的大事都输在你这边嘛。我这一次哦，台湾有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受伤最重的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他，真的，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现在不要去想那些543的东西，赶快先把桃园救起来，让桃园整个能够挺过这一次的危机的话，你才慢慢有机会。如果事情再又变成整个扩散爆发了。不要说2024啦，我觉得你赶快先下台再说了吧。其实真的觉得很奇怪，郑文灿我采访过他几次，接触过几次，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然后做事他的团队其实也蛮厉害的，怎么搞得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这么这个被大家看好的明日之星，把凤飞飞故事馆处理得这么糟糕，我蛮意外的。尤其是呢他的独子谈到说母亲生前交代不要设任何形式的纪念馆，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如果你尊重他的话，那他生前的交代也是我们会认为他这样想是有他的理由的嘛？那你怎么可以跳过人家家人，然后你自己去施舍呢？所以我会觉得说，你看哦，他今天他要去跑去帮林场所，这个一般人帮林场所可能没有关系，可是。破口是哪里？疫情的破口，我们都说是因为3+11。那3+11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桃园发生的嘛？但如果你要去帮林场所站台的话，你要不要解释一下？那到底破口是不是万华？你桃园市长要出来讲啊！那就像是林场所身边每次带一个范云，很奇怪嘛？你为什么不敢当面告诉范云说，委员你错了，万华不是破口，而是3+11，你都没有讲。然后你今天找了郑文灿，找了范云，你干脆一左一右好了，那这就会让更多人。想要出来投票罢免林场所，所以我觉得郑文灿去帮他，反而呢是帮了一个倒忙。是减分吗？来请教义夫哥。我觉得一件事就是因为如果各位还回忆的时候，万华发生事情的时候，罗一军指挥中心罗一军，其实他专门就在
公就是跟大家报告基因定序的事情，他曾经说过诺夫特跟万华的基因定序是一样的，有其有一定关联性的、哦、医疗组副组长。那你现阶段你跑来的时候，其实就像巧心说的，如果是民众，民众就会问我们万华里面这么严重是不是你的问题，这第一点哦。其实回过头来啊，你去看防疫的问题，从布桃我们从来没有责怪过桃园跟医疗机构，因为他们是防疫第一线，所有入境什么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布桃那时候全力的力挺了，力挺布桃，还是送东西过去，就是要他们挺过去。但是你反过来的时候，哎，长荣当时成为一个破口，我们守了多少年，既然是一个纽西兰机师把我们给打破了。长荣接下来是什么？华航、诺夫特。记得诺夫特的时候，郑文灿还推给中央说诺夫特是中央管，是，还记得吗？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ay you said my name. I know it sounds crazy, baby, try to understand me, please do. Ooh, ooh, ooh. I knew you'd fit me like a glove. 说好的事别再等到明年，到特丽屋美好的生活自己打造，自主乐趣自造美好。哎呀，你脚怎么那么冰啊？手脚冰冷，常让我睡不着。那就喝养命酒来调理身体吧，能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手脚不再冰冷，暖暖的感觉回来了。天天养，命就好，日本养命酒。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找一个懂你的人，将心安放。找一张懂你的椅子，将你接住。AI 感知你的心，按到你的点。富吉 AI 智能魔术椅，提摩机富吉。中华队即将得分！啊！勇士，谁敢我死死啊！高峰老啊，低感冒，盖五号哦。提早用思思，以免重感冒。用思思，卫生心态，保肠内固醇。思思感冒胶囊。左岸咖啡馆昂烈咖啡，法式生焙，香醇浓郁，全家餐餐超值配，49元起。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你愿意跟我交往吗？有认证 ，Yes。你愿意嫁给我吗？有保固，我愿意。全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 SUM， 为您层层把关，一路守护，实在就是 SUM。孩子的成长就是要把握黄金关键期，益比喜黄金成长素，补足成长所需的关键营养，帮助孩子启动成长三助力。益比喜 S702 黄金成长素。你愿意跟我交往吗？有认证 ，Yes。你愿意嫁给我吗？有保固，我愿意。全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 SUM， 为您层层把关，一路守护，实在就是 SUM。好，所以郑文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觉得郑文灿很多问题嘛，你当初诺夫特的时候，他推给中央说诺夫特都是中央管，但是他忘记一件事啊，防御旅馆是地方政府核准跟监督，送中央核备哎，所以那时候连地下室都还通的，连那个防御跟一般旅馆都混在一起。然后12月刚才讲过了，防御旅馆不是又出事吗？环境污染被界定为环境污染，里面8个人里面好像有3个列为本土案例嘛，后面就列本土案例，现在陶机又出事。哎，你一连串防御旅馆，你当时第一时间要推给中央，那这一件你总不能推了吧？陶机的事情你也不能推了吧？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防疫现阶段你防疫变成。